好，走咯。主龙吗？好，OK 啊，打主龙，打都打，龙用打好啊，龙啊。哇，一样有回家球哎、欸，有点坑的感觉。Thank you。超展位？什么是超展位？好，我等一下看哦。红黑我不太熟，所以要专心一点打。这代我没什么打红黑，我红黑应该不超过20只。哎、欸，有点难骑哦。OK。走，麻烦。哦，这样也行啊。炼金青弩、欸，哎，厉害哦！
这把是天辉太刀，啊干，干，干，啊，哇，歪掉，歪掉，哎，算了，这就是人生。好，就这样吧，算了，人生，人生，找一半。 这把打三兄弟很好用啊，都不用磨刀。四个人，solo 的话，大概要磨两次刀，大概两次刀可以磨完。主龙跟红黑，你一个人打大概要磨两次刀，四个人就不用磨了。我之前打的时候是，我砍的没有很准，所以磨两次。如果砍的很准的话，可能一次就够了。 主要是我觉得魔物猎人叉叉这片好玩的地方在于，你随便出装可以打，哎，生命大粉尘只能用买的，随便出装你可以打，然后你认真出装就是可以搞得类似无双一样，啊，只是类似打，没有真的跟无双一样，没有这么嚣张，但是就是玩起来就很舒服，所以我觉得这片很棒，真的很棒，这片是我目前玩过的 MH 当中我觉得最好玩的一片，不夸张。 真的，对，这是我历代觉得最好玩的一遍，不夸张。生命大粉尘要用硬币换，对，玩起来压力不会这么大。 如果你认真，你如果认真玩的话，就会有一种看起来好像在自己在无双的错觉。我要强调是错觉啦，因为还是皮要绷紧打。